小姨放学了，但是小姨下学好像太晚了。嗯，天黑了。因为成昱是高年级了，知道吗？我知道了。今天咱们这儿天气阴着呢，天哪！我们买了点吃的。哎，告诉大家，牛牛发新校服了。对。牛牛是这人生中第一次穿校服。嗯。是吧？对。一会儿咱回家看看。行。一会儿成昱就从那个地方出来。冷不冷？牛牛，哎，牛牛发校服了。终于发校服了。咱一回家现在又穿上，行，看谁的校服好看。好吧，牛牛校服是蓝色的，也特别漂亮的。对，宝宝穿上去吧。老师，试一下我的校服。可以呀、啊，这里啊，我刚才又听到了啊。这个就是牛牛的校服，它是一个蓝色的，对不对？对。我记得挺好看，牛牛好像喜欢蓝色哎。打开吧，这个是一个单的，这个应该是个棉的吧？看这个鼓点，哎，这个挺好看呀，人家这个校服，你看这儿，嗯，好像跟那休闲那个运动装一样，挺好。我这个是一个，这个是夏天，它里面这个是单件的，里面是蓝色的呀，嗯，这个是棉的，对，裤子呢，宝贝，啊，就是它这个，对对，是夏天，啊，不是，这是秋天，这是那个春夏秋冬都可以穿的。那个外套就是其实都可以穿，这个就是冬天穿的，里边加棉的。你穿哪个？牛牛的小学第一套校服。嗯，成昱在那整理，帮牛牛整理领子呢。耶耶，真好。哎，这个大小还真合身哎。哎，牛牛，你这个裤子你要再吃胖就不能穿了呀。妈，你妈给定这个号就是不太大，就是正好。没事没事，明年了可以再定。我觉得你有这个挺有设计感，看这儿的，这个帽子是那个衣服的，那你穿那个，是那个棉的，这就是第一个校服，还挺激动的是吧？其实上学还是穿校服好看。你说那裤子是不是穿反啦？呀，就是，重新换一换。你想第一次穿校服，裤子穿反了。牛牛的妈妈过来了，就是校服买的不太大呀，不过挺好，这个挺耐脏的。你看这个蓝色的，这儿还有什么？印花，挺漂亮，我喜欢牛牛的校服，耐脏，好看，漂亮。我也喜欢我的校服找不到了，嗯，棉的，大小正合适，穿一季，还是穿这个方便点啊。哎呀呀呀呀，好了，那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